天台北演唱会第二场依然卖力的又唱又跳，而今天刚好是他的生日，粉丝可是有备而来哦。演唱会已经到了一半，当然其实我的天哪，我以为只有韩星才有耶，原来我也有耶。只是有别于昨天的徐若瑄，今天的嘉宾引起全场轰动，来准备你们尖叫声一下，欢迎小爱谁。没错，就是小 S 徐熙娣。之前在广播中说罗志祥太爱家人，让罗志祥不太开心。今天特地打扮成陈小云站台。你有没有觉得他虽然又帅，又会唱歌，又会跳舞，又贵为巨星，可是却非常的小心眼？我跟他已经认识了将近20年，合作过主持节目。对，主持节目。对。然后后面还有很多私交，结果他竟然为了他前女友的一段对话，就跟我彻底的翻脸。对，那个，对，不是，我觉得我那时候脸书被盗用，我当时看到那个脸书发出去的时候，我说谁呀、啊？我脸书被盗用了，妈呀！怎么可以对小 S 说这种话呢？太不要脸！我贱，对不起。我也没有，其实我那个也不是针对你，我是针对他。对不是，对对。前女友真的很重要，不是他不是前女友，是朋友。我上次在好像在哪里看到马蒂欧，他看到我这种，哼，我要他恨我干嘛？这次小 S 也再度上演大和解戏吗？小猪的生日，对不对？我们来一个大拥抱、大和解，好不好？好吧。除了这一吻，小 S 竟让小猪直接倒在地上了。我昨天徐若瑄叫小猪说：“你今天想要？你这女人怎么这样？当妈妈的不用想要。”我就不想要你呀、啊。好、哦，因为你被我姐妹用过，因为你被我姐妹用过，因为你被我姐妹用过。这次新疆必须通过我决定，好吗？超不要脸！谁叫你要请我？谁叫你要请我？活该哦！看来又要再和解一次了，报道。